完整的一整套的一大堆的皮糖，所以说桃园的皮糖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这些皮糖，你在不下雨的时候，这些皮糖很缺水，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种。哦，早期日据时期，在一直到民国，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，60年代。一直到60年代，在十大建设未完成之前，这边每卖一分地都可以到南崁或是林口买三分地。是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林口卖一坪，来这里都可以几乎要买一分地了。哦，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在这里。中心点，早期的封锁点呢，也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它现在是因为这里不发展。哇，落水了，落水啊！落水了，这都是有。